吴建豪呢日就出席基因测试产品发布会 ，Vaness 咁大只基因一定好唔错啦，唔知几时可以将咁好嘅基因传俾下一代呢 ？That's a good question， 慢慢回去想一想吧。有对象了吗？有对象吗？没有，现在没有。香港人可以吗？香港人，对，我任何人都不排斥啊。另外，日前佢就喺社交网站铺咗张同仔仔周渝民嘅合照，唔少网民都好关心 F4 几时会再次合体啊！那刚好是在飞机上，然后碰到的，我就坐在那边，然后 就在看那个看手机，还没起飞之前，然后后来就是看到一个人旁边在那边默默的在我后面，就觉得这是谁？转过去看到周渝民，我就吓一跳，然后他就开始大笑，然后看到他就开始聊，那我们。这个也希望有这个机会，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安排，我们可以再同台，但就是要看看对的时间。